十天没吃饭的你早已饥肠辘辘，此时可以选择吃面包味的翔。翔味的面包，如果非要让我在这两个中选一个的话，应该是面包味的翔更能咽下去一点。那么我们就选面包味的翔。你怎么真吃上了？难道说得吃翔味的面包？哦，果然得吃翔味的面包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礼物。天使套装，黄金切尔西，就要这个了。蓝色妖姬切尔西，一跳能跳九米七。我人呢？难道得选天使套装？Oh my god！ 难道要选这个地刺？你怎么真踩刺上了？哎，这怎么能挪呢？呀，获得了一个小飞镖，扔镖。扔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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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扔镖。什么意思？跳过去吗？扔镖，扔镖，扔镖，扔镖。你不会说刚刚是你手滑了吧？我不听。我明白了，不能击败小女孩。扔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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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扔镖。OK。哎，谢谢你，我们不合适。什么话？你救她的，她可是大魔王的女儿。哦，大魔王的女儿是吧？妈干的就是你！呜呼，走喽！兄弟，我终于可以不用看她了。